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T。现在打完壁球呢，我打算今天去吃一家在鹿特丹开的新疆餐厅，不知道这个正不正宗啊？我们看看再说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乌鲁木齐饭店，让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点菜，餐厅的那个菜单看起来是朴实，没有什么买家秀、卖家秀那种感觉，但是看起来味道应该是不错。我们三个人的话，点五六羊肉串吃。羊肉串上来了，先吃一下吧，感觉还是挺有食欲的，超有食欲，对得起这个价钱，实惠。这个大盘鸡这么大，这个微辣，但是不怎么辣。我吃好辣椒粉，肉很嫩，超级好。感觉挺香，快吃，不然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拉面，对，是拉面，拌面，碎肉拉面。它这个辣椒粉很好吃，很辣。然后我吃一口，我就放了一点点就觉得很辣。好久不吃辣椒，觉得好辣。我觉得很辣。反正现在觉得没啥。从来没有在店里吃过新疆炒米粉，等会儿尝一下这个怎么样？看见是很有食欲，是跟鸡肉一起炒的。我现在吃辣椒真的不行了，我觉得很辣。高质量的面，我连菜都不敢吃。吃一下大盘鸡里面的这个面怎么样？没有，不吃鸡，不吃鸡肉，挺有味儿的。皮子真好吃，特别入味儿，感觉这面皮上混了一点土豆泥，就是这的一拌非常入味儿，就是连肉的拉面、新疆炒米粉、那大盘鸡，啊，60欧元左右吧，差不多。这些分量在你们那儿要花多少钱的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可以点个关注，点个双击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